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那还等什么？赶快动起来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到科学宝宝，一起动手动脑，哒啦哒啦。科学不是随便说说，那么简简单单，需要我们细心观察，哒哒哒哒。一起动手动动手，动动动动动动动。我喜欢科学游戏，我相信我自己。一起动脑动动脑，动动动动动动动。科学世界没有烦恼，没有。学习科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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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游戏里学习科学，啦啦啦啦，科学哈哈，动手动脑，细心观察，探索奥妙。我们大家一起来到科学宝宝，一起动手动脑，哒哒哒哒。科学不是随便说说，那么简简单单，需要我们细心观察，哒哒哒哒。一起动手动动手，动动动动动动。我喜欢科学游戏，我相信我自己。一起动脑动动脑，动动动动动动动。科学世界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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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学习科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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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游戏里学习科学，啦啦啦啦。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树乐园。赶快接通、啊，这个点博士你怎么了？哎呀，哦，让小布都来帮帮你，快把箱子搬开。这次他是遇到真正的困难了。哎，要不这样吧，我们找我们的小船员一起来给他想想。亲爱的小船员，快来吧，跑不跑不船长准备呼唤你。小船员
小船员叶晨浩，今年六岁。今天呢，我们泡泡飞船上要玩什么游戏呢？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啊。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来帮助知道点博士解决这个问题。对，哎呀，这个围巾呢压在了这个椅子下面。对，而且上面是有重物的啊。是的。哎呀，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了，在我们的泡泡飞船里，我们要模拟一下刚才那个现场的状况。不过呢，我们就不把那么沉的重物摆在这儿了。接下来呢，我要请上一位好朋友，就是我们泡泡飞船呢泡泡船长的助手。科学助手，有请大胡子叔叔登场。欢迎大胡子叔叔，请坐。那我们的大胡子叔叔就代替那个重物啊，坐在这个椅子上。那他有多重呢？我们来问一问。140斤。140斤呐、啊！哎呀，对。我们的小船员都感叹起来了啊！你有多重？你有多重？我问他有多重，小朋友说我有1米2啊，重量自己去猜啊。好，你有多重？40斤。好，这位小朋友说他40斤。啊，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大胡子叔叔呢有3.5这个小朋友的重量。哇，天哪，好厉害哦。那现在我们的问题来了啊，我们的小船员谁有好的办法可以把压在凳子底下的丝巾拿出来呢？把椅子搬走，我现在可以拿出来。好，那你试着搬一搬椅子好吗？来，来吧，试一试，没事，没关系，试一试，试一试，行不行？两个小朋友一起试，来，搬一下椅子，把椅子搬起来，搬椅子下面，这样抬试一试，来，1、2、3，4个人一起来，把这个椅子抬起来，把大胡子叔叔抬起来。你感觉怎么样？啊，纹丝不动。你好骄傲啊，朋友们！小朋友已经把椅子拆了，但是我们的大胡子叔叔刚才说了，纹丝不动。一会儿你要负责把它修好。哎呀，太用力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来，一个手拿着球，一个手拿着围巾，水就转。来试一试，好不好？来试一试。好。好痛啊！哦，停！这丝巾就小朋友拽断了。好，我们看到这个丝巾似乎有一点要动的这个趋势，但是如果这样拽下去的话，以我多年的经验，估计这个丝巾很有可能就破了、啊。就破了，没知道。所以这个办法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不过没关系。接下来呢，绿泡泡船长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我们来看一看能不能实现。来。我们来试一试啊！好，被压走了。看好，小朋友。出来了。哎，但是我们看到很轻松的，就把这边的椅子腿翘起来了。大家再来看，谁说你很稳呢？太棒了！好，我们先掌声谢谢我们的大胡子叔叔的参与，谢谢。谢谢谢谢。小船员们，让我们一起大声唱出我们的口号：科学泡泡，动手动脑，细心观察，探索奥妙。太好了，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知道点博士吧。好，来呼叫知道点博士。谢谢你们，能够绿泡泡，我知道点博士也知道。现在就让我来试一下。1、2、3。啊，我知道的博士成功了。再见。再见。
再见。哎，啊，知道点博士的问题呢已经解决了。用这样一个方法，哪怕是再重的重物，我们都可以啊找到一个支点，把它给翘起来。其实呢，这个科学原理呢，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做杠杆原理。记住了吗？叫什么原理？杠杆原理。没错，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再重的重物，我们只要找好支点，有一个足够长的杠杆的话，都可以把它翘起来。真的吗？包括我们的泡泡飞船也可以把它翘起来啊！如果小朋友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挑战一下，试一试。当然了，如果在用到家里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不要忘了征得爸爸妈妈的同意。是的。哎，红果果啊，哎，我们的知道点博士好像又在呼叫我啊！那我们来看看好不好？难道又遇到问题了吗？一起来看一看。哇哈！我知道点博士又回来了。这杠杆原理真的是太棒了，我知道点博士今天才知道，我最爱玩的游戏居然也利用到了杠杆原理。是什么游戏呀？啊什么？你们问啊是什么游戏？当当当当，哈哈，就是这个。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想不想试一试啊？哈，快来快来快来吧！现在我们的小朋友分成两组，一个人让小桃子飞起来，另外一个人呢用小筐把桃子接住，怎么样？谁先来？好，那就你们先来吧。一、二、三、三。很遗憾，失败了。看来这个游戏还是有点难度的。我们让另外两位小朋友来试一下。一、二、三。哦，太棒了！哦，太棒了！这位小朋友成功了。再见。太棒了啊！今天呢，我们和小成员们一起做了好玩的科学游戏，还帮助知道点博士解决了他的问题。哇，真的是太棒了！我们为我们的小朋友再加油鼓鼓力，好不好？伸出你的手，棒棒棒！热烈的鼓掌，棒棒棒！小朋友，小朋友，你真棒！小朋友，小朋友，你最棒！好的，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如果你们还有更好玩、更有趣的科学游戏，都欢迎大家通过屏幕上打出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挥挥手，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下期节目中，我们需要准备 pH 试纸、小苏打和白醋。哎，我是大哥。嘿，我是摩尔。摩尔，过年了，好开心啊！大家都在送祝福，我们也送给小朋友们一些祝福吧。好呀好呀，走起来！一帆风顺，双喜临门，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谷丰登，六六大顺利。啊，大哥，有情况了。快去看看小朋友发生什么事了，快走。哎，好多好吃的呀，小咕嘟最喜欢吃好吃的了。这里有好多糖，小咕嘟先来吃一个糖。我先来吃一个饼干。我先来吃一个橘子。小咕咚，小朋友，快停下！怎么停了？这么多好吃的还没吃呢。吃东西之前不能直接吃。哦。小朋友们，道哥考考你们，吃东西之前是应该看一下日期再吃，还是直接吃呢？
应该先看一下日期再吃。答对了，要看一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我来看看日期吧。在保质期内，这个食品是安全的，你们吃吧。耶、yeah, ，可以吃喽。你们小股东都是什么呀？停停停！哎，怎么停了，大哥？小朋友手里拿的是什么呢？太危险了，这是干燥剂。啊，干燥剂是什么呀？小朋友们，干燥剂是为了让食物保持干燥的。是这样啊，博尔来考考你，食物里的干燥剂应该怎么处理呢？干燥剂应该扔进垃圾桶里。我们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吧。好，记得吃好吃的。好，我要吃这个海苔。我要吃那个棒棒糖。啊，不好，停停停。吃的好好的，怎么停了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来考考你，吃零食的时候是应该适量呢，还是可以吃很多呢？吃零食要适量。哦，答对了，你们太棒了。小朋友们不能吃太多零食，我先帮你们保管，你们去漱漱口吧。好的啦，嘿嘿。干燥剂要扔掉，但是不能吃的太多。小朋友们，你们都记住了吗？我是道哥，还有我是摩尔。再见，再见，再见，再见。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十二生肖，寅虎卯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赶快站起来，和绿泡泡一起来学十二生肖武术操吧！敬礼，礼毕，祝赵风炎牛气冲天虎虎生威。如泼兔龙飞凤虎引蛇出动万马奔腾三羊开泰美猴献豪金鸡独立狗尾去雕金猪拱门。小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让我们再来一遍吧。祝赵风炎，祝赵风炎，牛气冲天，牛气冲天，虎虎生威，虎虎生威，动如脱兔，动如脱兔，龙飞凤舞，龙飞凤舞，引蛇出洞，引蛇出洞，万马奔腾，万。献豪，美猴献豪，金鸡独立，金鸡独立，狗尾续貂，狗尾续貂，金猪拱门，金猪拱门。小朋友们，我看到你们都学会了，你们真是太棒了。小朋友们来信了，我们很高兴。小朋友们来信了。
管，我们很高兴。咕咚信箱，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铃铃，我是你们的朋友，我叫铃铃。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在今天的科学泡泡里呢，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好玩的科学游戏，相信大家一定也都亲自动手和我们一起在做这个科学游戏。你们可以把自己在做科学游戏过程当中拍摄的照片和 DV 寄给我们，凡是来信的小朋友都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电视机前的你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咕噜咕噜，知道怎么联系我们吗？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吧。发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艾特我；传张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艾特我；拍段视频画张图画寄给我，寄信地址一定要记牢，要记牢哦。北京市三八信箱，一二三信箱，树懒木古董箱，小古董箱，邮局电话是幺零零零三八啦啦啦，小朋友们快。小朋友。